主料：鸭肉100克，南瓜50克，米饭100克，青豆50克，丝瓜50克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南瓜切丁，胡萝卜、丝瓜切滚刀状，红烧鸭肉，青豆洗净，米饭洗净，混在一起，放一些盐，电饭锅煮好的样子。烹饪技巧挺简单的，没啥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